我是西瓜哥哥，小朋友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心唱歌，轻松的跳舞，来跳这一首 OK Alright。OK Alright， 我们欢呼。OK Alright， 我们跳舞，轻松愉快过每一天。OK Alright， 又是个大家庭，又是个大家庭，都是一家人。Alright， OK， 彼此相爱。OK Alright。真的耶，今天的海盗看起来特别厉害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对、嗯。为什么不对？因为我们海盗是天天都很厉害，哈哈哈。哈哈哈。哎呦，好害羞哦。既然知道我们的厉害，你们一定很想把悠悠宝物送给我们，对不对啊？不对。为什么又不对？海盗厉害是厉害，但是我们小朋友才是最厉害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笑得真可爱呢。哦，既然大家都这么有自信的话，那我们赶快来玩猜谜吧。到时候就知道谁可以笑得更开心呀！哈哈哈！船长，赶快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树，一棵树。哦，要请他再猜猜看，跟树有关系的哦。哦，是长在树上的水果吗？哎，还是住在树上的动物呢？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是哪一个？苹果。这么厉害，怎么会知道是一种又香又好吃的水果呢？是酸的还是甜的呢？甜的。大的还是小的啊？哦，大的。有酸的，有甜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哦。反正大家都很喜欢吃啦。哇，长在树上的水果有好多，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哦。有酸有甜有大有小的水果会是哪一个啊？不晓得哎，不然再来听听第二个提示好了。好啊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绿色和红色啊，今天要采的这个水果，它有绿色的，也有红色的哦。而且啊，这种水果很伟大。为什么伟大？因为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哎呦，打到科学家的头，后来就发现了地心引力。咚！哦，真的这么厉害耶！哇，我们很厉害，有答案喽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噼里啪啦，猜不到。
巴拉巴拉哔哩巴拉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大声的说，答案是什么？苹果。我们的答案就是苹果。好，那就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长在树上，有红色也有绿色，后来科学家因为它发现了地心引力，答案就是苹果。哦，他们猜对了，耶、yeah, 我们猜对了，帮自己拍拍手， Bingo， 耶、yeah. 哦哦，宝物是他们的啦，怎么又失败了，真是叫人伤心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，海盗们，是的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呀，我一个不行，你们现在可以大声的笑了啦，哈哈哈。很棒，帮自己拍拍手。下次我们再一
起玩游戏吧。哎呀哎呀，大胡子来了来了，我怕怕。哎呀哎呀，大胡子走了走了，金哥哥。他喜欢插花，也很爱哈拉，唱哆瑞咪发，嗓门很大。他看起来虽然很可怕，原来他是大